怎样继续前行？哎，这怎么办呀？一个大帅哥被我剪成了一个呆子。哎，没关系。我已经流浪了。偶尔呆一呆，也让其他人活一活。全军出击！瑞文还能玩？能玩啊！可血战斧瑞文吗？打个啥呀？打个刀锋啊！狗头人打野。谢谢真真前男友的飞机。谢谢真真前男友的飞机。二段扣。哎。嘿。我扣咋没了呢？一段 Q A， 二段 Q A， 再 A， 三段 Q。我后边的披风带抖的，看着吗？赶紧吃个药。这刀锋的英雄啊，可是挺狠。A 一段 Q 踩住 A， 二段 Q 平 A， 三段 Q 跑的挺快。想依我 A 一刀，再 A 一刀。咱先踩住平哎！咱要传送吧？传不传？龟速 Q 瑞没办法，那瑞文前期。那瑞文 0.66 攻速，光速个屁光速，你给谁来他也光速不了。那前期那 Q 就这样了， Q 一下平 A 踩住 A 一刀一走 A 一段 Q A 二段 Q 平 A 三段 Q 平 A 踩住再 A 一下，他要 Q 小兵让他 Q， 这波塔下杀的致命点烟接平 A， 花呗护哨，我都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你觉得你很帅是吗，小伙子？往日的复仇，我可走了。我先来个铁刺鞭，让你们看看我的鞭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？控一手线儿吧，这波不推了，拉倒吧。我还记得以前带那个带符文那玩意儿来着，带个1%暴击，我老样的瑞文一刀前期一级给我爆了，上来啪扎我一刀，扎100多。狐狸的幻手蓝光，兄弟们！哈！哈！
谁给我整的不是智能施法呀？玩屁呀这！哎呀，烦死了！真的，谁给设的呀这？来呀、啊、一 AQAQ 踩住 A 三段 Q 套点盐平 A 是我的虚区还是有点高啊，我发现自从这刀锋上一波死了以后，就游戏就结束了。我已经流浪如此久，再见。能不能给我来个塔皮？拜拜，我溜了。和谐战斧，我们无敌了。不是白不白银，很明显的刀锋他自己他熟练度不够，练英雄来坑人来了，还在那跳跳舞。复议吧，抠一下，开大招，一段抠踩住 A， 抠一下平 AE，A 接可血战斧甩一刀，这玩意儿呢还是有点肉的旋律。一抠，闪现抠踩平 A 一个抠，有啊，那你能跑得过我吗，兄弟？那跟瑞文跑，这不扯犊子呢吗？哎，为什么感觉这个皮肤抬手那么慢呢？抠一下，不着急上啊，我们没有抠。来啊，一抠踩住 A 抠，和血战斧三段抠。呀！一抠踩住点燃 A 抠三段抠，哎呦我狗头人是什么 ？A E 开大招抠一下，隔血战斧 A 抠 A 一下抠一下。哈！这是什么狗头人？
我打他个 F 六。给你留个小鸡儿，让你的鸡儿永远这么小。你大爷！来个西地海，这把对面的阵容我配个死亡之舞。我该怎样继续前行？我这发型也没有特别有问题吧，我感觉还行吧。这复议这 W 技能虚区太低了，还不开大呀，不开大招。我这无敌了呀！我感觉我都能上高地，我上高地吧，要不扣一下，扣两下，扣三下，踩住 A 可解战斧，扣一下 A E A 扣平 A 接个扣。扣一下，踩住 A E 二段扣，这也能大着我啊！呀，没死掉，还有我那漂亮啊，那死不了了，拜拜，再见。防御塔筑城即将脱落。哎，我又回来了，打我呀！哎，我又走了。下去把德莱文收了。这不对呀，这 R 没甩着。可血战斧也没磕出来，哎呀，这操作实在是不太行，我给忘了我出的可血战斧了。这瑞文这英雄这么烦人呢，还得出可血战斧，还得摁一下，真烦人。我的双手沾满了罪孽 ，unstoppable。还得老卡扣，沙漏兵给他收了。看来德莱文得治一治了，德莱文啊，德莱文。
跟我来。来了，德莱文。一 R Q 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踩住点烟可解战斧 ，A 甩，平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杀泰坦，泰坦有空 ，A Q A Q， 平 A 一个 Q， 一过来踩住，平 A 可解战斧，杀后边狗头人 ，A Q A Q， 一过来 A 接一个 Q， 平 A 踩住 A 一刀，可解战斧。哎呦我杀了吗？这不是啊！原来是我杀了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我以为发生什么事了。来个黑切吧，还是来个九头蛇呢？黑切不带吸血，九头蛇带吸血，但是黑切25减吸地，还比较的幼，来黑切吧。一会儿再出九头蛇。谢谢旭恩爷爷。黑切九头蛇出个蟹手，给个舞台，兄弟们。Q 一段，一过来踩一刀 ，A Q 平 A， 这 Q 一段 ，Q 两段，一 R 闪现踩 A Q。可血弹我 Q 一下，一 Q 踩住 A 接甩 Q 一下 ，Q 一下一走，我闪现把我自己 Q 给断了，妈的！杀德莱文，一扣踩住 ，A 接扣接 A 接扣接可血战斧，一过来扣一下，能不能别控了？踩住 A 扣一 A， 扣一下扣一下，踩住 A E， 致命点炎，一段扣两段扣，一走踩住 A， 可血战斧。一走扣一下，开大招两段扣，三段扣，踩住平 A 甩大可血战斧，一过来 A 一下，扣一下，扣一下，再 A 一下，扣一下，踩住 A 一下 ，E 一下，平 A 可血战斧 ，A 扣一下 ，A 扣一下，一走，三段扣，舞台来了，有点大乱斗的感觉。这没办法，我也不能用我身体给你挡路，对不对？这没办法。三段扣，这泰坦太烦人了，这泰坦，我一走扣一下。两段扣，一 R 踩住甩 A 扣可血战斧平 A 接扣接 A 接 E 接 A 接扣接踩，还有我也来一个。
天隐子路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你的 ally has been slain。回家出我们的九头蛇。我3.72秒一个 E。哎，刚才居然没踩住他，哎，他发生了，给个舞台兄弟们，我三段 Q 一走，一段 Q 两段 Q 开大招，踩住 A 三段 Q A 一技能可解战斧 AQ 甩 QAQ踩住 AQ 也平 A 加致命点烟 Q 一下 A 一下 Q 一下闪现放 Q， 你不讲武德，给我杀他，我五杀兄弟们，完了。哎，为什么刚才瑞文这个移到左边去了呢？是我的鼠标放到了左边吗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刚才我鼠标好像滑左边去了，没有滑到面前，滑左边就往左边移，然后脸正好冲左边，啪一个 Q。这英雄真是不太好操作。我来啦 ！AQ，Q 两段踩住，一过来 A 一刀，再 A 一刀 ，Q 一段，一 Q 两段，三段 Q 踩住 A 可血战斧接甩。我这剑到底大没大？我都看不清。谁杀俺们家日女？这狗头人疯了是吧？啊，是不是疯了？哎呦我这狗头人，这么猛狗头人，真弟弟，狗头人都没打过，给我敲死了。Okay.